八号文会出席委员十一人，已除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报告委员会，现在开始开会哦，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7月13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下午20:07，下午20:30至3时59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普等12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30人，列席官员上下午合计司法院及司法院副秘书长张琼文的15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上午部分，审查委员徐国勇等23人，委员顾立雄等21人，委员林维洲等16人分别拟具法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审查委员徐国勇等16人拟具法官法第74条条文修正草案。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二、关于委员徐国勇等16人拟具法官法第74条条文修正草案，第74条修正为：法官任职至年终满1年，经职务评定为优良，且未受有刑事处罚、惩戒处分者，进1级，并给予1个月俸级奖总额之奖金；已达所需职务最高俸级者，给予2个月俸级总额之奖金。法官任职至年终满1年，经职务评定为良好，且未受有刑事处罚、惩戒处分者，进1级，并给予半个月俸级总额之奖金；已达所需职务最高俸级者，给予1个半月俸级总额之奖金。法官任职至年终满1年，经职务评定为未达良好者，不晋级，不给予奖金。法官任职不满1年，已达6个月，经职务评定为优良或良好，且未受有刑事处罚、惩戒处分者，分别给予1个月或半个月俸级总额之奖金。经职务评定为未达良好，不给予奖金。法官连续4年职务评定为优良，且未受有刑事处罚、惩戒处分者，除给予第1项之奖金外，进2级。法官及司法行政人员于年度中相互转回任时，其转回任当年之年资，则合并计算参加年终考绩或职务评定。第1项、第2项及第5项有关晋级之规定，于候补试属成服务成绩审查不及格者，不适用之。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前，经职务评定为良好，尚未进2级之年资，与修正施行后经职务评定为优良之年资，得并计适用第5项之规定。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三、并案审查徐国勇等23人。委员顾立雄等21人，委员林维洲等16人分别拟具法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部分。第二条，照委员顾立雄等21人提案通过。第七条修正为：出任法官者，除因法官、检察官考试及格分直接分发任用外，应经遴选合格，曾任法官因故离职后申请再任者一同。司法院设法官遴选委员会，掌理法官之遴选。前项遴选委员会以司法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其他委员任期2年，得连任1次。名额及产生之方式如下：一、考选部代表2人，由考选部部长指派；二、法官代表6人，由司法院院长提名，应选名额3倍人选，送请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从中审定应选名额2倍人选，交法官票选；三、检察官代表1人。由法务部推举应选名额3倍人选，送请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应选名额2倍人选，办理检察官票选。四、律师代表3人，由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各地律师工会分别推举应选名额3倍人选，送请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应选名额2倍人选，办理全国性律师票选。五、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共6人。学者应包括法律、社会及心理学专长者，由司法院院长遴聘。第二项委员会由司法院院长召集并担任主席，其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会议时，由其指定之委员代理之。委员会之决议应以委员总人数2/3以上出席，
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行之。前项总人数应扣除任期中解职、死亡致出缺之人数，但不得低于12人。遴选委员会之审议规则由司法院定之。司法院院长遴聘第三项第五款委员时，任意性别不得少于1/3。遴选委员之资格条件、票选程序及委员出缺之递补等有关事项之办法，由司法院、行政院、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分别定之，并各自办理票选。三、第30条修正为：司法院设法官评鉴委员会，掌理法官之评鉴。法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应负个案评鉴：一、裁判确定后，或自第一审系数日起已逾6年，未能裁判确定之案件，有事实足认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审判案件有明显违误而严重侵害人民权益者；二、有第21条第一项第二款情事情节重大；三、违反第15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四、违反第15条第一项第16条或第18条规定，情节重大；五、违反办案程序规定或职务规定，情节重大；六、无正当理由迟延案件之进行，致影响当事人权益，情节重大；七、违反法官伦理规范，情节重大。单纯适用法律之见解，不得据为法官个案评鉴之事由。四、第33条照委员林维洲等16人提案通过。五、第34条修正为：法官评鉴委员会产生方式如下：一、法官代表由全体法官票选之；二、检察官代表由全体检察官票选之；三、律师代表由各地律师工会分别推举1至3人，由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办理全国性律师票选；四、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于司法院锁定相当期间公开接受各界举荐前3款以外之人，由司法院院长遴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担任前项委员：一、各级法院及其分院之现任院长；二、各级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之现任检察长；三、全国性及各地方律师工会之现任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长及副秘书长；四、第35条第一项第4款团体之现任董事长、理事长、副董事长、副理事长、常务董事、常务理事、执行长、秘书长、副执行长及副秘书长；五、前项第1款及第2款以外之公务人员，但公立各级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之教学研究人员不在此限；六、政党党务工作人员，司法院院长遴聘第1项第4款之委员时，任意性别不得少于1/3。评鉴委员之资格条件、票选程序及委员出缺之递补等有关事项之办法，由司法院、行政院、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分别定之。六、第35条修正为：法官有第30条第二项各款情事之一，下列人员或机关团体认为有个案评鉴之必要时，得请求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一、受评鉴法官所属机关法官3人以上；二、受评鉴法官所属机关上级机关或所属法院对应设置之检察署，对应设置之警察署；三、受评鉴法官所属法院管辖区域之律师工会或全国性律师工会；四、财团法人或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经许可设立3年以上，财团法人登记财产总额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或社团法人之社员人数200人以上，且对健全司法具有成效，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得请求个案评鉴者，前项请求应以书状续明与第30条第二项各款有所列情事有关之具体事实，并检附相关资料。当事人、犯罪被害人得以书面呈请第1项机关团体请求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就第30条第二项各款情事，法官认有澄清之必要时，得呈请所属机关请求法官评鉴委员会个案评鉴之。法官评鉴委员会于审议个案评鉴时，发现受评鉴法官有其他未经请求评鉴之为失情形，情节重大，应并就该部分进行审议。法官评鉴委员会知有应受评鉴之情事时，
得主动进行评鉴调查及审查。个案评鉴事件之请求，应先依第37条规定审查有无，因不负评鉴之情事，不得经禁予调查或通知受评鉴法官陈述意见。第一项第四款之许可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七、第36条，照委员林维洲等16人提案修正为：法官个案评鉴之请求，应于下列期间内为之：一、无涉法官承办个案者，自受评鉴事实终了之日起算2年；二、牵涉法官承办案件，非以裁判承办个案，非以裁判终结者，自该案件办理终结之日起3年；三、牵涉法官承办个案，并以裁判终结者，自判决确定之日起3年；自该案判办理终结之日起，亦得请求个案评鉴。四、第30条第二项第一款，非以裁判确定之情形，自满6年时起3年。受评鉴事实应于前项请求期间而不负评鉴者，不影响职务监督权或移付惩戒程序之行使。八、其余条文并定期继续讨论。四、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下午部分，审查委员尤美女等23人拟具政治档案罚查案，及审查委员林俊宪等18人拟具政治档案资料保护法草案案。本日会议下午会议由委员顾立雄等5人提出质询，委员许淑华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另定期继续讨论。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一案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议事录。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司法院，因为秘书长请假，由张琼文副秘书长代表。刑事厅蔡彩珍厅长，法务部政务次长邢泰昭次长，检察司余丽珍副司长，检察司张慧晶主任检察官，调查局建设科学处胡兴勇副处长，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吕春长副局长，国防部法律事务司法律服务处杨从建副处长，卫福部医事司黄纯英检任计政。好，那特别介绍这个邢次长，大概是最后一次用次长的身份到立法院来啊，这个特别跟你恭喜。好，我们今天下午是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顾立雄等24人拟具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我们已经在5月18日啊，本会期第24次会议进行审查决议，审查好决议要报告及询答完毕，另定期继续讨论。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讨论。那么大体讨论我看就可以省略了啊，上次已经谈过了。好，条文，我们现在来宣读提案条文。名称为《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第一条，为维护刑事案件刑事审判之正确，避免无辜人受有冤狱，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特制定本条例。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第二条，有罪判决确定后，合理相信进行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之结果，可作为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一项第六款之新事实或新证据，得申请就本案相关联之生物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第三条，依本条例所为之申请，由判决之原审法院管辖，法官如曾参与本案之立审裁判者，应自行回避。第四条，第二条之申请，得由下列之人为之：一、受判决人；二、
受判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三、受判决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第五条，依本条例所为之申请，应以书状叙述第二条所列事项之具体理由，提出于管辖法院。第六条，受判决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31条第一项各款情形而未选任律师者，得申请法院指定公社辩护人或律师协助之。第七条，法院认有必要时，得就第二条事项为相当之调查，依本条例所为之申请，除显无必要者外，法院应通知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第八条，法院对于第二条之申请认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补正者，应定期间先命补正。法院认为申请有理由者，应为准许鉴定之裁定。第九条，司法院就依本条例提出之申请裁定，再审之申请及结果，应成立专责之研究委员会，前项之委员会应于每年九月公布年度研究报告。第十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就来进行这个逐条讨论啊。我们请两位副秘书长跟市长，我们移驾好不好？好，厅长、副市长也一并。这边请坐。那我们是不是要宣读修正？来，各位，这个在移动位置的时候，我们请会务人员宣读修正动议。第一条部分，条文内容同原提案条文。说明部分，说明一，修正明定本条例之立法目的，其余未修正。第二条，本条例主管机关为司法院，说明明定本条例之主管机关。第三条，条内容同原提案条文，说明一增订后段部分，此外，由于依本条例所提出之申请，仅在针对 DNA 再为鉴定，故其发动之门槛及要求无需过高。再有合理相信进行 DNA 鉴定之结果，可作为申请再审新事实或新证据时，即得依本条例提出申请。至于合理相信其新证据要求应较发动搜索扣押所要求之相当理由为低，并此续明。第四条，第一项修正为依前条所为之申请，由判决之原审法院管辖；第二项与原提案条文同。说明也与原提案说明相同。第五条，第三条之申请得由下列之人为之，其余内容与提案条文同。修法说明修正为一，第三条之程序依明定其申请权人，原参考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7条之规定，规定第一款至第三款得依该条申请进行 DNA 鉴定之人。二，依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7条之规定，检察官本已有为受判决人申请再审之权限，故若检察官合理相信就相关联之生物检体予以鉴定，得获致有利受判决人之新事实新证据，自得自行嘱托鉴定，并此续明。第六条，依第三条所为之申请，应以书状叙述该条所列事项之具体理由，提出于管辖法院。修法说明修正为第三条之申请应具备一定之程式，原增订本条明定申请人应以书状提出申请，
并叙明 其具体理由，如申请鉴定之生物检体，原审未进行之鉴定方法，或拟申请进行之鉴定方法或技术等。第七条，条文内容同原提案条文，修法说明也同原提案说明。第八条，法院认有必要时，得就第三条事项为调查。依第三条所谓之申请，除显无必要者外，法院应通知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修法说明：一、由于是否依本条例进行鉴定，攸关刑事判决之正确、人权保障与正义之维护，原制定本条，授权法院于任必要时得为调查。例如，依职权依申请传唤鉴定人出庭说明。二、为使申请人得以直接向法院为陈述，并使法院得以直接了解案件内容，原明定依本条例所提出之申请，除显无必要者外，法院应通知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第九条，法院对于第三条之申请认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补正者，应定期间先命补正。法院认为申请有理由者，应为准许鉴定之裁定。申请人不服驳回申请之裁定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内，以书状叙明理由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抗告法院认为抗告不合法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认为抗告有理由者，应以裁定将原裁定撤销，并为准许鉴定之裁定。前项裁定不得再抗告。修法说明：法院受理依本条例提出申请后，应审核其是否符合法定程式及要件。如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可以补正者，则应定期先命补正，原于本条第一项规定之。对于前项申请，法院如认为不合法无后无理由时，故应以裁定驳回之。法院认为申请有理由者，自应为准许鉴定之裁定，原于第二项规定之。三、管辖法院驳回鉴定之申请，宜赋予申请人救济之权利，方符合有权利及有救济之法理。原依本条第三项明定，申请人得于裁定送达十日内抗告至直接上级法院。另为避免程序延滞，倘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应自为准许鉴定之裁定，原为第四项规定。四、为求程序之速捷，对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原依本条第五项明定之。唯有新 DNA 鉴定技术或方法，或有其他事证时，申请人自得在依本条例提出申请，并此叙明。第十条，法院于鉴定结果对申请人有利时，应命鉴定机关将鉴定结果送交去氧核糖核酸资料库之主管机关，并由其进行比对。修法说明：根据美国法制之运作，定验后 DNA 之鉴定不仅得以平反冤狱，更可透过重新鉴定确认犯罪之犯罪者。事故在鉴定结果对申请人有利时，法院应命鉴定机关鉴定结果送交予去氧核糖核酸资料库之主管机关，由该机关进行比对，原于本条明定之。第十一条，侦查机关就物证及去氧核糖核酸样本，应妥善采取保管移转，以确保物证及去氧核糖核酸样本之正确无误。修法说明：DNA 鉴定结果之正确性有赖于证物及去氧核糖核酸样本之采取、保管及移转过程均未受污染，此便及美国法制上所称证据监管链。原制定本条，明定侦查机关就此负有勤勉之义务。至于相关程序，应由有关机关订定规范，并此叙明。第十二条，第一项与原提案同，第二项修正为：前项之委员会应于本年九月公布年度研究报告。修法说明同原提案说明。第十三条，条文内容同原提案条文说明，同原提案说明。提案人顾立雄、周春米、尤美女、段宜康宣读完毕。好，谢谢啊。这个，那我们就修正动议来处理啊。好，我们现在开始逐条处理。请问对于这个
名称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请看第一条，第一条没有修正哈，跟原提案一样。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原提案通过。请看第二条，第二条是增订的主管机关，请问有没有意见？来，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那么第二条的部分呢，把这个司法院本院列为主管的机关。那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些建议是，因为这个整个专法里头呢，跟这个法院有关的，当然最主要的是向法院申请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建议说跟检察官是双轨。那么除此之外呢，跟我们有关的就是一个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做这个研究制度的研究。那么这个部分呢，等一下也有一些说明。所以我们觉得就整个专法来看，将来修正的结果可能主要的这个跟我们司法院呢的关联性并不是太大哈。那么我们是建议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有一个主管机关的一个条文的规定？谢谢。好，请问各位同仁的意见。好，顾委员，之前有跟司法院沟通，就是说刑事诉讼法本身也没有主管机关呐、啊，刑事诉讼法本身没有主管机关，所以如果不晓得华智局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像这样类似于刑诉法里面的特别规定，也不一定要有主管机关哦，所以就没有主管机关应该是可以接受吧？来，我请问法制局的意见。对，那个基本上在刑事诉讼法或者一些基本大法，我们不一定会把它特别写出来是主管机关的，因为如果应该做的事情，在后面的条文都有交代清楚，如果这样也都是可以的。以上。好，第二条的修正动议我们就。不通过哈，好，我们请看第三的，这个我就都念这个修正动议的条次啊，这个条次授权我们这个会务人员来做调整啊。好，请各位看第三条，第三条跟原来的条文一样，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来，我们请蔡厅长。是，关于第三条的部分，也就是判决确定后呢，合理相信。进行这样的一个鉴定的结果，可以作为刑事诉讼法再审的一个第六款新事实新证据。那当然，我们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立法的一个原来的构思。但是我们这里有个建议，也就是说，我们参考这个提案的一个立法说明，就是仿美国的一个无辜计划。那么我们去参酌外国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定，发现说。他们这个美国呢，也就是我们借镜的这个法治，美国的联邦法典在第十八节的刑事审判程序里头，他们对于启动这样的一个 DNA 鉴定，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前提要件的限制啊。那么这个部分呢，他们总共列了有十项的要件。那我们是觉得说，在他这个十项的要件里头，例如说第一项。所要鉴定的这个生物检体必须跟本案有一个关联性，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草案，也就是今天修正动议条文的序文里头，我们认为说已经有把它用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一项第六款做限缩，那所以呢，我们觉得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同意的。不过呢，美国的这个立法例里头，他们有一些要件却是我们现在这个条文里头没有的，例如这个申请鉴定的生物检体，它必须没有污染的危险，所以呢，在他们美国的法律里头规定为应该为政府机关所保管。那么我们觉得说，要借由这样的一个 DNA 鉴定，在确定判决之后呢，来这个作为一个平反这个冤错案，我们觉得这个要件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检体是应该没有受污染的危险，而应该要保管在政府机关里头。那么第二点呢，必须说这个生物检体过去未曾受过鉴定，或是说虽然已经做了鉴定，可是现在呢已经有新的鉴定方法了，
我们足以期待说再重新鉴定会有一个不同的鉴定结果。好，这是第二个一个要件的要求。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说作为申请启动这个 DNA 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前提所提出来的新的鉴定方法必须是在科学上呢具有这个科学上的合理性。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申请人的主张必须要跟他过去在原审程序里头的答辩呢并没有相左或歧义。那我们呢这四个要件呢是去仿美国的这个立法例来做一个参考。那当然他们的立法例里头有十大要件，那我们觉得这十大要件对在我们的台湾社会里头或许限制的过于严格，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四点啊，敬请这个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各位先进能够考量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限缩，因为资源的有限性是世界各国每一个人共同面临要解决的问题。那做这样的一个限缩，我们觉得基本上还在合理的范围内，是不是可以考量？谢谢。请司法院把你们刚才的这个口头说明，请把它条文化，然后提出这个条文化之后的书面资料之后，我们再来处理。请各位看第四条，修正动议的第四条，管辖法院。那个我们现在这个明文化的那个条次虽然写第二条，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来到现场之前我们拿到的资料没有关系、这个、第二条没有关系，那个条次我们自己会看。好，所以你们已经有了是吧？好，各位请各位委员看一下，我们还是看先看修正动议的第四条，管辖法案管辖法院。请问司法院有没有意见？司法院有意见吗？现在是进到第几？第四条。第四条。修正动议的第四条，原条文的第三条。好，那第四条的部分呢？我们是认为说，这个基于在这个我们刑事诉讼法的法制上，检察官他本来就具有客观性的义务，所以呢，这个已经判决确定后的一个去氧核糖核酸，要收集这些证据来作为再审的事由呢，本来就涵盖在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里头。那么我们现在呢，整个司法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建构这个中立性不受质疑的公平的法院，所以我们觉得说应该是点点滴滴去累积人民对法院是公正中立而没有偏颇质疑的一个法院，所以我们这样的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收集的义务呢其实是可以由检察官来尽。那当然前一阵子我们两次的这个会议里头蒙各位委员也只是说可能要检察官来尽这样的一个义务，根据过去实例的观察成效不彰，那我们呢也愿意共同来协力完成。不过呢我们觉得在保持法治这种检察官这样的一个客观义务，我们是建议能够双轨，所以呢我们建议仿我们刑事诉讼法有关于证据保全的一个规定呢，希望说还是向检察官申请，但是检察官如果认为不合法无理由驳回以后呢，可以向这个法院来申请仿这个证据保全这样的一个体例，我想可以兼顾理论上的正确性以及我们实务上的一个客观上的一个需要。谢谢。好，请问各位的意见。来，请法务部。我想这部分法部立场是在再审的程序本来在当事人被告就可以跟那个法院申请，所以对于法官法院的这个客观的中立性其实并不影响。那另外就是那个本来在审理中或者在再审本来就可以申请法官调查申请调查证据，因此在申请再审之前的这种申请 DNA 的这种鉴定的话由法官来发动并无不可，不一定要透过检察官，更何况为了要更保障被告的权利，其实由被告直接跟法院来申请其实他的更讲究他的效率。
刚刚司法院提到，就是说要由无理由之后再向法院来申请，其实并不是双轨制，这是一个有前提条件的一个向法官申请，所以并不是所谓的双轨。如果是双轨的话，应该是他同时可以选择跟检察官申请，也可以同时跟法院申请，因此如果是这种同时的情况之下的话，还可以考虑。如果说要由检察官先来申请的话，我想这部分的话是徒劳延宕这个整个的那个申请的程序，因此就这个意见的话，我们法务部是采取比较保留的立场。以上，这个部分看起来又是院跟检的之间不一致哈。那院的那边的意思，他们大概是说仿这个刑诉法的219(1)啦。哦，219(1)的话，意思是说，有保全证据的概念，那么向检察官申请，检察官认为不合法或无理由予以驳回者，那么就向可以进向盖管法院申请啦。那现在就是说，我觉得是一定要往前动啦吼。那到底司法院是不是一定很坚持？如果说司法院没有说一定不行，那就是按照我原来的架构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按照回过头去向检察官申请，那检察官本来就是可以依实权来做认定。那如果检察官现在不同意用这个类似保全证据的概念来处理的话，我想我们似乎没办法卡在这个地方，让两边都满意吧？是不是？这个顾委员，你应该不要问司法院有没有很坚持，你如果问他，就已经说很坚持。就是看你有多坚持啊！我认为就是采我们原案，然后就往下动。那至于刚刚第二条的部分呢，我大致上可以接受这个司法意见，但是我对第四款，我希望把它拿掉。哦，对不起，我们先处理这个原案的第三条了哈，修正动议的第四条。好，请问各位同仁的意见。我们可不可以再补充？可以，请说。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提到到底是要向检察官或是向法院申请，我们这里还是要再补充一下，再审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没有错，可是呢，向法院申请再审是必须要提出已经足以该当于新事实新证据，而不是说请法院再去帮他调新证据，我想这个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所谓呢，在刑事诉讼里头向法院申请调查证据都是调查，调查就是调查卷内的证据，而不是去收集卷外的一个证据。那我们呢认为说，无论如何，检方跟院方其实应该是要维持双轨。那么如果我们要回复到原来提案委员他们的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这个赞成的一个计划，其实是希望能够透过公家的力量来逐一的来检视所有的冤错案。那整个呢，犯后定罪，这个定罪后完善小组或是所谓的无辜计划，它整个的亮点也都是由检察官跟外部的人士，他们逐年去筛选几千件的案件下来以后，发现里头的冤错案。那么我们现在唯一就是向法院来申请，那么法院司法机关的本质就是不告不理，那所以呢，那个还是主要呢，还是要由人民去负担这些逐一去发现哪一个案子冤错，其实那个效果不但是打折扣，而且是大大的打折扣，几乎让这个制度的亮点完全没有办法彰显。所以我们是这个很诚心的建议，我们非常期待看到这个好的法治，但是呢，我们也期待说这个法治能够长长久久，能够真的发挥我们原来设立这个法治初衷，希望它能够发挥的一个功效。谢谢。来，顾委员，我最后讲一下，就是说，那个保全证据的概念，它虽然是采双轨制，它最后进向法官申请保全，它不是声明意义的概念，所以它变成还是向法官申请，所以法官都可以直接被受理保全证据的话，那么再审的前置这个部分当然没有道理是一定说采双轨才是不违反不告不理，或者采单轨就违反不告不理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保全证据都可以在检察官不接受之后，它的概念是向法院申请，并不是向法院声明异议。那法院从保全证据概念都可以受理申请，然后
然后直接来按照这个意见的陈述，然后来决定保全证据的话，我想这个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在设计前面的一道，像先向检察官申请这个，没有说从立法的政策上来讲，没有说是一定不行，但我觉得向法院提出申请，然后设定了一个这个类似一个听证的程序，然后一个还不到完全的对审的程序，然后经由这一个理解合理的相信，然后刚刚所讲的这些要件具备，然后来据以再进行鉴定。那进行鉴定之后，鉴定的结果再去决定这个再审的这个申请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当然的违反不告不理。那如果要论直接论不告不理的话，这个申请也在人民嘛，就是人民提出申请嘛，这没有违反不告不理，不是法院主动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还是基于人民提出向法院申请的，哦，所以我想这没有违反不告不理的问题啦，哦，那好，那请问其他各位同仁有没有不同的意见？主席不好意思，因为针对顾委员的不告不理，我想可能是我刚才没有表达清楚。我这里所说的不告不理，就是说如果由法院由人民向法院来申请，那么法院基于不告不理，如果人民没有申请，法院就算要帮忙也没有办法帮忙。他不像美国他们的这个犯后定罪后完善小组可以由检察官跟他们外部结合的一个人力呢，这些专业的律师来全面的清查是不是有冤错案，这会比这个法官他被动的受理人民的申请才去做一个救助，这样会来得好很多。好，我们是期待说我们的制度能够朝这个方向来走，才能够发挥这个制度原来要设计的一个制度目的。谢谢。来，请游委员。因为申请再审是向法院申请，那如果说检察官他认为有这个，就是说有可以提起非常上诉，那他本身就会去做。所以在这里说，第一道先去跟检察官，让检察官驳回之后再去向法院，我觉得其实这个等于是多此一举了。所以我是觉得说还是依照顾委员的版本。好，那我们来请周委员请教那个司法院，如果说照我们这个提案版本就是向法院来申请嘛，那会因为这样的解释就是大家会认为说那就不没有这样的资格或者没有这样的权利去向检察官申请吗？我想检察官的申请其实在限制就可以申请。好，那不过呢那个是透过解释，但是限制呢有一个重点，就是申请呢如果检察官都不理的话，人民是没有救济的机制，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原判决的法院，原判决的法院它很有可能是在高院，那么如果例如说住宜兰，所有的卷证也都保管在宜兰的检方，可是却因为我们只规定他必须向法院申请，他就是必须要跑到这个原来原判决的这个法院呢来申请。没有错，但是再审案是这样子，我们不见得说因为是再审是这样子我们就必须要去设这样的一个便利，我们只是诸多的一个考量。那我们给人民更多一个路径，我们不认为是好更不方便。那如果这个你这个更多个路径这个讲不通啊，你是多一个关卡，这个不叫多一个路径。好，我们这个第四原条文的第三条，我们照修正动议的第四条修正通过。我们回到原条文的第二条。列入记录，那就把我们的这个建议条文列入记录。有，把这个司法院所提供的这个修正动议条文建议的条文列入记录啊。好，我们不好意思，主席，那刚才因为我们一直重在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申请哈。那么另外我们如果要照原来的这个条文通过的话，因为这里面有牵涉到回避的问题，那这个回避的问题呢，如果说原来法院呢他只是这个各位都觉得说这样并没有违反法院的中立性，那为什么要回避？好，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回避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去掉。
因为这样的一个回避规定，好。所以这个第二项删除，所以我们照修正动议修正之后通过哈，就是把第二项删除。好，我们回到原条文的第二条。第二条能不能请顾委员说明一下，对于司法院建议的条文，为什么要建议把第四款把它删除？刚刚虽然提出来的这个意见哦，那么第四款的部分哦，申请人之主张未与受判决人与原审程序之答辩相左或歧义这一个部分哦，我个人是觉得。在这一个部分的主张所谓的相左或歧义哈，我觉得会有解释上的问题。假设比如说了哈，我一直主张我是冤枉的，对不对？那但是呢，我可能没有在那个程序里面去主张这样子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方法，或者我没有去争执这样子的一个DNA 可能的错误，或者我可能去跟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我略有不同，但我就很怕这个法院呐、啊，他去扩大解释说啊，你只要不一致啊，就是相左或者是歧义。但我觉得用前面的三个关卡哈，你们已经合理的去限制了。比如说你们现在担心的生物检体的问题，被你们让你们有过度的劳累，然后去说、啊、看看在哪个机关，那可以了。那另外就是说，他已经要去说服说。这一个没有曾过进行，或者曾经进行过的，要必须要有新的了，然后再加上就是说要有科学上合理性。那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申请的门槛上来讲，就已经有好的一个限制了。这个第四款的这个部分，我只是认为说会让法官在就新的制度的适用上面哈、哦，让这个相左或歧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会过度的衍生，而然后增加了这个申请的门槛的难度啦。好，请厅长。我们现在这个相左跟歧义，其实美国法他们就是用相左。那么回头过来看，我们国内的一个法制，在行政诉讼法216条的这个第三项里头就有不得为相左或歧义，有这样的一个实务上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可以沿用哈。那么因为我们看这个整个美国的法治，他们在这个我们现在要引进来的这个无辜计划里头，他们这个申请人的答辩并非与其原审程序的主张完全相左，是他们几乎是各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件。那么我们也觉得说是可以采取，就是说因为法官法院裁量能不能被说服嘛，那就在那个裁量上面他会去根据前面的卷证会做一个综合判断、啊、好不好？就是那个顾委员刚才厅长有提到，就是说在美国法里头他们有加了一个完全对于他的答原先在原审程序的答辩完全相左或歧义，是不是加了这个完全就不会有您刚才的这个顾虑、欸、譬如对这样子就不会是啊，好不好？我觉得对，就是相反的主张的。这就是说，假设原来这个受判决人，假设他本来是认罪了，那他后来就说我不认罪了。是，没错，因为你本来检察官跟我讲叫我认罪的那个条件，我发现或者那个证据，我发现是有问题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啦。嗯，那是另外一個。如果说他的认罪又变成是另外，也就是说，我在那样的情境之下、嗯，你本来因为他可能没有新的鉴定技术，然后我明明不是我，可是你告诉我，你看这个就是你啊。那我如果不认罪，我可能会被判得更重。我知道，那我就认罪。那后来现在新的鉴定技术出来，我抱着希望说，因为那不是我。所以我看我就要求说，因为你们也定了很多的门槛，那个条件又要怎样又要怎样，然后你现在跟人家讲说你不能可以做不，我会觉得以台湾这个状况，好像这个不是不可能哎、欸，啊，觉得说第四款应该拿掉了，因为你已经前面有三款在把关了、啊、那你今天就是说这个你已经前面有合理的相信，对不对？如果说他这个根本就是根本就不可能的，那你。
你就不会进入到这个鉴定嘛。那如果你合理的相信有可能这个 DNA 的鉴定有可能是错的，那因为当初就是说 DNA 鉴定出来，然后呢检察官和法官说啊，你不认罪的话，对不对，判更重嘛，所以我只好认了嘛。那今天事实上事实就证明我根本就不是啊，可是因为规定说你这个相左，那我就还是没录，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对，我觉得吼，我引申刚刚我们招委跟尤委讲吼，法官还是可以去判断啦。如果一开始吼，哇，有公安呢，公安弄起一走，或者是说他一开始不承认，他后来呢，到了一二审的那个进行中，他承认了，那可是看得出来好像有一点，就是说，哦，那不情不愿的吼，啊，这样他再提出申请的时候。按照你们的这样规定就不可以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还是由法官去做一个综合判断，应该不是，因为法官还是判断嘛，他并不是他提出我们就必须要同意嘛，你法官自己法官去判断啦、啊，好不好？庭长，你刚刚讲的是参考法制啦，那理由你们认为这个条件的必要性，刚刚你讲的时候没有给我们书面呐、啊，你要不要再讲一遍？就你们认为要加这一款，因为你刚刚提的都是法治层面的理由嘛？你所谓的说明指的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实务上运作有困难，我们是觉得说，像刚刚那个认罪哈，是不是叫做这里的答辩相左？我不敢讲，但是例如说，原来他主张说他是在场，那么他是行为人。那后来又说我不在场，然后要人家去送鉴定，好、哦，我们甚至啦，当然这是这个我们尊重啦。我们现在举例就是说，例如说像美国他们，我刚刚有讲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要件，哈、哦，就是说我们是各国世界各国的每一个机关政府机关都同样面临一个资源有限性的难题，所以呢，我们要开放到多少？我尊重各委员的决定，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讲美国的法治的话，那么他们连原来没有鉴定都限于不可归责于被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这个借鉴外国的立法例，事实上他们的实证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啊、那么他们会、啊、了解那台湾的什么样的实证经验，当然我们尊重，那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当然也希望这个各位委员跟各位先进能够支持。那如果不能支持的话，也请把我们的建议列入这个立法记录，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好，其实我们也没有都不采纳你们的建议了哈。所以我请司法院这边提供，我请法制局好了，法制局你协助一下好了。就司法院建议的修正条文，我们写一个修正动议。好，第二条的修正动议，那但是把那个第四款拿掉。哎，有，但是我们要把第四款拿掉啊，就把三划掉就好了，好不好？好，那个理由要调整过。对，好，我们请这个法制局协助删一下，然后再拿来给各位委员签名哈。好，我们进入原提案的第四条，申请权人。好，我等一下哈。这个修正动议没有修正，没有修正嘛哈。好，我们就第四条就照原提案通过。第五条，修正格式。司法院这就针对这个部分的意见，请说明。对我们的这个第五条呢，我们是希望说，在这个关于申请鉴定的格式，申请人应以书面这个续名符合要件的具体理由，但是并没有一并规定说应该要提出有一个新的鉴定方法以及符合这个要件的一个相关证据。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也通过了第二条，必须要有一个要件的限制哈。那么等等的这些，我们是觉得除了提出具体理由以外呢，应该还要有一个，例如说他所提出的一个方法，
必须是符合这个科学上具有合理性的一个新的鉴定方法，这些应该是还是要有新的鉴定方法跟相关的证据。那一条已经按照你们的修改啦，所以那个具体理由就是要符合那个各款的具体理由啊。像你们除了理由以外，还要再加什么？不是不是，这里讲的是书状啊，申请状要记载什么事项？是啊，所以只是要把申请状的记载的那个事项把它列明了，那将来申请人才比较容易这个根据这一条的规定来填写他的这个申请状，只是这样子而已。如果要加新鉴定方法及证据，我真的会觉得法官一看又觉得好像完全是我们要有一个充分的举证，他才愿意去做一个这个开启啦。那因为第二条就是你们已经修改后的那个条文已经讲了一大堆的要件了，那他当然就是要列出这些具体的理由嘛。那如果还要加个什么新鉴定方法及证据啊，我就是要叫你去替我找证据，你还要我提证据。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具体的来讲，就像陈龙奇案，他就是提出一个吕俊毅的教授的一个意见，认为说现在有新的鉴定方法，他这个鉴定方法有合理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性，然后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重新鉴定，有可能会得出一个具体可以排除的结果，那法院就被相信了。可是这个是不是证据？这你哪哈？我坦白讲啦哈，到了法院哈，证据这块物件哈，都人言人殊啊啦，这块它就会变成说，好像我们要提出一个什么很具体的东西才会被叫证据啊。委员，对对对，现在我们要处理的这个事情是申请案件呐、啊。是申请案件，是这个再开启的一个申请案件，所以是就这个申请案来讲，那这个申请人必须说明说有新的鉴定方法存在，而且这个鉴定方法存在的证据是什么？是这样子，对，是这个意思。好，那可以用一个比较，或者是告诉我们说有新的鉴定方法，然后也没有讲，那这样怎么去操心了。法院就是看到，如果只看到你青菜下下来，你画过了敢驳掉了，全都在你们法院，你们一定是要看到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嘛，但是不要写什么新鉴定方法或证据好不好，这样子写，这样子怎么申请。我们现在既然是在立法，我们还是期待说写清楚，不要让法官面临这种每天都在跟这个申请的拉锯中。对，可以哈。所讲的应该是针对你们第二条后来设定的那三个条件嘛，对不对？那这个三个条件等于是说我申请的时候我必须要可能要续名，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具体理由，然后续名第二条的三款，我所看那个文字怎么写，我是觉得不要写说新鉴定方法及证据，因为那个真的是会。因为现在我们要定这个法，就是说，第一个我拿不到那个简体，第二个我就是没有那些东西可以来证明，所以才需要要求你们去帮我鉴定。结果你又要我拿出这个所谓的证据嘛？这个我不太懂哦。他这个条文是一第二条了，这个第三条改成第二条所为之申请。那所以你第二条里面有包括了所有的条件，我依这个应于书状续明该条例所列事项之具体理由啊。啊，我就是要把这些你的这个条件都要符合，我把它写清楚啊。但是写清楚是如何的符合？例如说，他主张有新的鉴定方法，那个到底那个新的鉴定方法指的是什么？好，写个不清不楚，你们也不会去接受具体啊，就没有具体啦。不是，但是问题是说，如果那个具体理由，他就是。那当然了，如果委员讲说这些概念都涵盖在具体理由里头，那么我们就希望说明能够讲清楚，因为如果我们一般对于法律只规定具体理由，作为审判者的法官不敢要求申请人有做这么多的一个提出。好，
我建议一下，可不可以用新鉴定方法及该方法存在之证明文件，这样可不可以？对，就那个方法有存在，那个不是没有，只是这样。顾委员所提供的这个，第五条的这个立法这个说明啊，对于修正这个修正过的这个说明，其实就已经有讲到啊。如申请鉴定是生物简体，原审会进行鉴定方法，或你请申请鉴定，你就是要说明，这里面就有写啦，这样就可以啦。刚才我的建议是说，该鉴定方法存在之证明文件，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不是。啊，你们看司法院对于这个说明文字有什么修正的意见呢？刚刚副秘书长的意见要不要放在说明？就是新鉴定方法及证明文件，这样证明该方法之，就放在那个说明就好，说明的。条文原文不要动吧。就是说我一般的网络上抓下来的这些可不可以当作证明文件？因为我不会有专家学者给我的证明啊。其实我们是到台大医院去问过了，台大医院说如果是相同的鉴定方法鉴定出来的同样一个生物简体，一定是结果相符，那通常都是会有新的鉴定方法，那新的鉴定方法如果他们去查询，他们就会含附就会有新的鉴定方法，那我们是问清楚说他们对人民的一般的质询都会答复，有专责的人，所以我们觉得也不会构成障碍或困难。这样子好了啦，就写说是叙述该条所列事项之具体理由及鉴定方法，可不可以啊？及鉴定方法嘛，因为我们一定要去，因有的可能是以前没有做过嘛，所以我现在跟你说有一个鉴定方法，有可能是以前做过，但我有新的鉴定方法嘛，所以我们只要写的具体理由及鉴定方法，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对了啊，那还最大的都是全都是在你们法官，你们在烦恼什么？就是那个法官是必须要依法审判呐、啊。那如果法律规定这样子，不能够说法官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也希望说，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既然是现在在讨论立法，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已经想到了，就期待说能够把它讲清楚。好，那 是不是就建议，就是说应以书状叙述该条所列事项之具体理由及鉴定方法或技术，这样子好不好？哦，好。具体理由、鉴定方法及技术，对不对？鉴定方法或技术。法院，你对管辖法院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检方了，所以你等于就是照我的修正动议再加一个，再修正就是具体理由后面加及鉴定方法或技术，这样就对了啦，这样好不好？哦，好，我们第五条用修正动议的第六条一第二条所为之申请。应以书状叙述该条所列事项之具体理由及鉴定方法或技术提出于管辖法院。好，我们就修正通过。好，请各位看原条文的第六条。没有意见哈。并且我们就照原提案通过。
这个哈，受律师协助的部分，因为这个鉴定的申请要不要去送鉴定，事实上它不是很涉入实质面的一个认定。那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指定辩护人的必要，因为我们昨天也另外一个法案哈，在这个查询看看这个强制辩护的可能性。那法服那边也反映说，他们其实，这个嘿是。那另外呢，在我们这个连江地方法院那边完全没有这些所谓的辩护人。好了，第六条就不予采纳。好，好，我们进入到第七条。听审程序，听审程序，请问司法院的意见。听审程序的部分呢，我们是主张说，在这个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有需要再去调查证据的时候，我们来通知这个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因为主要的这个申请呢，本身就是申请人他们提出来的，所以这一部分资讯请求权的照顾呢，只有在这个法院他认为有调查的必要的时候呢，再通知这个申请人跟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就可以了，所以可以跟第一项合并在一起。那么我们原来的条文是变成除显无必要者外，似乎是变成说原则上每一件都要通知。那其实呢，对这个申请人跟辩护人来说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好，那么既然案件就是由他们提出，只有法院在认为有调查的必要的时候再通知他们来就可以了。是建议，我们有一个建议的条文。有看到。是。就按照他们的修正来修正。好，那我们请各位委员签这个修正动议的条文。前面是不是那个法制局有准备好了吗？第二条。哦，还在签字哈。好，现在就是第二条跟第七条。好，我们等一下处理。好，请各位看第八条。好，第八条，请问有什么意见？好，谢谢。等一下，可能要总的来那个。有有会会会。排定程序。那是第九条啦。就是原来的第八条了。我们现在讲的是原条次了，原来原提案的条次。是有，这里我们可以发言吗？这里哈是我们这里是尊重哈。第一个呢，因为这个法院的准驳如果没有特殊规定的话，当然是可以抗告哈。那么我们这里的条文只规定说，这个驳回这个鉴定的申请的时候呢，申请人可以抗告，但是对准许的部分没有去明定检察官能不能抗告。那如果检察官这里没有规定的话，到底是民事其一排除其他，还是说这个时候检察官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403条的规定来提起抗告？那这个我们就必须要请示这个各位委员，看看这个原来的提案的一个构想是怎么样。我们修正第二点，现在还没有讲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建议说，看原来的构想是怎么样，可能有必要补正在这个理由里头。那么第二点呢，这个我们非常了解说，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的时候呢，应该要以原裁定撤销，以这个裁定把原裁定撤销，并应自为准驳之裁定。因为呢，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的时候，他可能必须要去调查一些事证，可是调查的结果可能认为真的必须要准许，也有可能认为还是必须驳回。所以呢，如果委员这里的立法原来只是希望说抗告法院不要撤销发回，那么我们是建议这里不要写说并为准许之裁定，应该是并为准驳之裁定，并自为准驳。
这个自卫准驳之裁定没有意见呐、啊，那就按照你们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就好了。哎、欸，好吧。好，那么原来的第八条，现在应该是那我们刚提的那个检察官的部分，是不是要写在理由里头？就是说，如果法院准许鉴定的时候，检察官是不是可以抗告这样子？那是不是就麻烦补在理由里头？因为如果没有补在理由里头，变成检察官还可以回到刑事诉讼法去抗告。那个就理由上面在你们现在是希望说明栏里面再加一项是说加一个说明说因为检察官不是程序的当事人，所以没有申请抗告的，没有提起抗告的问题，这一点麻烦好这局稍微加一下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是要等这个说明写完再一起提再修正动议，还是我们先写，还是怎么？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在这个提案里啦，把它加在提案里面，加在提案里啦。好，好，哦，好，我们这个现在啊，这条次现在的第七条，请把这个说明栏把它增加了之后，我们再来处理。我们现在先宣读前面的修正动议啊，第二条。第二条，有罪判决确定后，具备下列各款要件，而合理相信就本案相关联之生物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之结果，可作为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一项第六款之新事实或新证据者，得申请就该生物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一、申请鉴定之生物检体为政府机关保管。二、申请鉴定之生物检体未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或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但现已有新鉴定方法。三、申请进行鉴定之方法具有科学上之合理性。修法说明为：一、有罪判决确定后，如合理相信因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方法有所发展，就本案相关联之生物检体进行该鉴定之方法，其结果可作为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一项第六款之新事实新证据者，未发现真相救济无辜，自得申请就该生物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二、为有罪判决确定后，申请鉴定未确定判决之特别救济程序，对该申请应有一定要件之前提限制，否则有害及审判制度及法治安定性，为确保该检体未受污染或调换，申请鉴定生物检体需为政府机关所保管者，以避免进行无依实例之鉴定。又申请鉴定之生物检体未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或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但现已有新鉴定方法，且申请进行鉴定之方法具有合理上科学上是合理性，于此情形倘对生物检体进行鉴定，不仅有助于发现真实，亦有益利于司法实务运作之顺畅，上述情形予以同列为申请要件，于申请时自需同时具备该等的要件，原参考美国联邦法典第十八节刑事审判程序第3600条之立法例，增订本条规定，以保障申请人权益并掩冤意，并兼顾法治需之安定。提案人顾立雄、尤美玲、周春敏、段宜康，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第二条就这个修正通过。请宣读第六条的修正动议。修正后，第六条，法院认有必要时，得就第二条事项为相当之调查，并通知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
说明一本条例所提出之鉴定申请，其目的系发现真实，避免冤狱，攸关受判决人之权益，为厘清申请人之申请是否合法、有无理由等情，并保障申请人之陈述意见权，法院于必要时得就本条例第二条事项为调查，并通知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赋予申请人陈述意见之机会，原增订本条规定。提案人顾立雄、尤美女、周春敏、段宜康宣读完毕。好，我们看有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这个第六条就照修正通过。第七条还在准备哦，新条次的第七条。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八条，新的条次的第八条，请看，应该是看修正，修正对第十条。好，资料库比对，请问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来，请说。这个比对的意思是说，我们他的 DNA 型别要去资料库比的目的是去找出真凶啦，不过不敢讲这样写，意思是。如果说你觉得比对这件事情有太强烈的话，就是送给你们去做参考，因为他现在可能新的鉴定结果了。那如果说鉴定的结果对申请人有利，意思就是不是他，不是他，是对不对？对，不是他的时候，那法院呢可以把他送给你们，哦，你们理论上应该可以再去进行一次比对，或者直接给你们做一个。应该是讲说一个类似一个办案上的一个参考啦，意思是这样子啦，这样了解了哈，嗯，那所以你们觉得，因为这些，因为我们目前资料库都会去比对，所以如果是再次做一个确认或者是参考，没有实质，就是说他现在鉴定出来的东西，对，原来是认定说这个 A 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不是 A 做的嘛，那总有一个人做嘛。那今天这个 DNA 的鉴定在这里啊，那他让就你们有资料库在那边，所以去看这个 DNA 到底是谁的嘛？那找出那谁的，就那个真凶才是那一个，可能是 B 啊，所以要你们去把 B 找出来啊。如果可能的话，资料库没有这个人就没有了，没有，没有，那当然啊。但是所以才会文字上是说，如果你们觉得文字上，因为后面是送给你们这个资料库的主管机关。那后面有一句话叫做并由其进行比对嘛，对不对？那你们可想见，你们一定会说有可能比对不出来嘛，也有可能无从比对嘛。对，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没有一定要你比对出来，也没有要你一定去找到什么真凶嘛。这个就是只是让你去说，哎，有这样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在之前是认定某 A， 现在某 A 已经不见了，不没有罪了。那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用语太强烈的话，也许是可以说送交去氧核糖核酸资料库主管机关参考。啊，就不要参考，有没有？参考的话，你就这一句就不要啊。那对，还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因为你看，像这里就是对啊，今年七月四号啊。你的电脑全面比对以后，找出十七年前性侵的悬案破了啊，所以今天一个 DNA 等于是说有一个这个 DNA 的这个鉴定的资料出来了，然后给你们让你们去比对，比对你们有可能就破，对不对？就破了悬这个沉冤多年的这个案子出来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案子到现在都还没破啊。那但是你们并没有义务说非破不可啊，但是至少就是说有可能。对啊，就是给你们一件。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副议长可以了，啊。主要意思是这样，我们这个义务是给法院，法院说，欸，有利了，对不对？请麻烦法院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们。黑啦，欸，现在写比对了，我们对了，大家坚持还是比对，他也没有强制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因为我们是担心说参考给你们，你们就存档了，对不 对， 对，啊？那我们要的是说你们去比对一下，也许你就真的是就寻宝就。
就冰崩了啊。对对对对对，是资料库的比对，对啊，所以就是说交去你，对啊，是给你们资料库啊。好，我们第八条就照修正动议的第十条，哦，这个，修正通过，好，好，我们现在进入。可能是这边有意见了，就是那个证据监管义务，现在是修正动议的第十一条，有没有看到？是第十一条。哦，那是写说侦查机关就物证及去氧核糖核酸样本应妥善采取保管移转，以确保证物及去氧核糖和去氧核糖核酸样本之正确无误。在那个采样条例已经有明确这个名词了，它是指人体的那个唾液卡，所以若是这边是指物证的话，我们是建议改成去氧核糖核酸检体，也就是所谓的那个 D， 我们的那个 DNA 是检体。好，我们样本改为检体，哦，就最后第三行的样本改为检体，不是第一行跟第三行，是不是？哦，这两个地方样本都改成检体。那对不起，还有第二条，因为第二条你们也是用检体，我们可以。其实我们现在要定义，我们的若是我们把生物检体是它的定义是指 DNA 的那个，就是像之前那个案件调出来那个 DNA 的话，那我们的那个第二项申请鉴定生物检体，那这边的检体就。不太适合，因为它已经鉴定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检体的定义已经是 DNA。讲清楚，你现在是指你只是样本，那是生物样本。对，我们现在有三个东西，一个是证物，一个是样本，一个是检体。对。对。对，一个是证物。证物就是说，我们一个衣服上一个班级，我们都那个衣服就叫证物。那第二个我们叫做样本，样本的话就是统一指犯罪人所采的那个唾液的棉棒或唾液的卡 FTA 卡，我们统一在去氧核糖核酸采样条例就规定那叫样本了，所以就不适合用。那我们是建议是说，另外一个产生的 DNA， 我们是实验室的 DNA， 我们就称为 DNA 检体。就不知道。是本案相关联之证据。对，证据要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证据还是证物？本的话可能不适合写，因为样本统一就是指被告或犯罪人的那个 DNA 采的那个 FTA card， 对，那个棉棒它的标准品，我们统一称为样本，所以样本它的定义是对人的标准品。第二条那个应该要修正为有本案就本案相关联之证物或生物检体，是不是？说他那个棉棒重新再去启动。本案相关联是证物、生物检体或样本，可以吗？大家已经都被你讲得有点，我嘛傻不啊。其实证物跟样本就是证据，这个就是证物检体啊。啊，检体嘛是证据啊。不一定啊，他没有检体。有时候他没有检体。我现在听大家又搞混，一个叫做 DNA 检去氧核糖核酸检体，一个叫做生物检体，又有一点错误。那生物检体就是指，譬如说就是指证物上面的班级，我们叫生物检体。
对，那我刚才讲的是去氧核糖核酸简体，就是 DNA 去氧核酸简称 DNA 就变 DNA 简体，所以刚才我讲的是 DNA 简体，目前就好，我们讲去氧核糖核酸简体，它就指目前应该是指我们那个保存在负二十度里面的那个液体的剩下的 DNA， 鉴定后剩余的 DNA， 我们现在称为 DNA 去氧核糖核酸简体。我们讲的简体可不可以包括这两个都在内，就是生物简体跟去氧核糖核酸简体。未曾鉴定过的证物跟样本，所以都要进来了。顾委员说的是没有证物要进来了。江国庆案的那个木板叫证物，后来木板掉了，好、哦，对，那个叫证物。然后留存在他们那个剩下来那个叫简体。然后有进行过的那被采样过的这个叫做样本，所以三个都要进来了，因为就本案相关之相关联之证物、简体或样本，还是样本应该写在前面，因为样本是采样过的。哎，对，应该是说就本案相关之证物、样本或简体。哦，你也给我们上了一个，哎，你们主任是退休了是不是？样条例有规定，所有涉嫌人他都会去采这个叫 FTA 卡，然后上面会去采涉嫌人的唾液。那这个在去氧核糖核酸采样条例说，这叫做去氧核糖核酸样本，已经统一的法定名词了。所以我们会不建议再用去氧核糖核酸样本再做证物的一个描述。所以在证物的描述，我们倾向用，譬如说它是去氧核糖核酸简体，或者。如果是我们是一个基证，我们可以说生物简体，那它就是还没经过鉴定的，我们可以叫生物简体。那经过鉴定的话，是建议用去氧核糖核酸简体，鉴定过的。就是样本也不要。对啊，生物简体就是我们身上一个斑。说没有鉴定过叫生物简体，鉴定过的叫做 DNA 简体。所以简体有两种，诗诗有两种。那所以样本是要不要放？那样本要不要放啊？对啊，样本要不要放？样本就是当事人的，是不用放的。样本不用放了，样本就是当时为你从你的嘴巴里面取这个口腔里面取出来的。对了，那个不用了。那这样的话，第二条到底要？就是简体，证物或简体啊。就证物或简体啊。好，谢谢了。那我们第二条就，第二条就是配合修正了哈，我们就修正。好，那现在回到第九条。哎，对不起，那个证据监管义务，现在我们听懂了，就物证还是要写证物啊？哎，这个那还有就是去氧核糖核酸简体，还是写简体就好了。简体的啦，简体包括生物简体跟包括 DNA 简体啦。所以我修正动议的十一条，就现在我已经搞不清楚第几条了。现在就是应该说现在是原就是现有的条次应该是第九条。第九条对，那就是侦查机关就物证及简体这样就好了。你的意思说不要 DNA 了就对了。
好，好，生物简体。所以现在文字要改成侦查机关就物证及简体应妥善采取保管移转，以确保物证及简体之正确无误，这样就对了。好，我们第九条照修正动议的第十一条，修正之后通过哈。好，我们请宣读第七条的修正动议。第七条，法院对于第二条之申请认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补正者，应定期间性命补正。法院认为申请有理由者，应为准许鉴定之裁定，申请人不服驳回申请之裁定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内以书状叙明理由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抗告法院认为抗告不合法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认为抗告有理由者，应以裁定将原裁定撤销，并自为准驳之裁定，前项裁定不得再抗告。说明部分：一、法院受理依本条例提出申请后，应审核其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之要件，如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可以补正者，则应定期先命补正，原依本条第一项规定之。二、对于前项申请，法院如认为不合法或无理由时，故应以裁定驳回之，法院认为申请有理由者，自应为准许裁定之鉴定，原依第二项规定之。三、管辖法院驳回鉴定之申请，宜赋予申请人救济之权利，方符合有权利及有救济之法理，原依本条第三项明定，申请人得于裁定送达十日内抗告至直接上级法院，为避免程序延滞，倘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应自为准驳裁定。四、为求程序之速捷，对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原依本条第四项明定之。也有新 DNA 鉴定技术或方法，或有其他事证时，申请人自得在依本条例提出申请，并予续明。五、又检察官非本程序之当事人，自不得依刑事诉讼法第403条规定提起抗告，并予续明。提案人顾立雄、尤美女、周春敏、段宜康。宣读完毕。请问第七条有没有意见？对修正动议，我们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这个修正动议通过。请各位看，第十条原来的条文的第九条，现在第十条，请问司法院的意见。请各位先进，我们是建议说这个规定，就我们司法院来说，如果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跟鉴定有关的专业技术，那不是我们司法院的执掌。那另外呢，如果是案件的数量跟处理的结果，那我们司法院内部已经有一个统计处，它可以做专责的一个统计分析，然后也有一个定期的报告。那似乎不需要再有这个另外再去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规定我们是建议是不是可以删除。删除。好，好，我们第十条就不予通过。我们请看施行日期，那么新条次应该是第十条，请问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原提案通过。现在程序上还有什么要，有没有哪个要再修改的？没有了哈。第二条要再改，还要再改是吧？不是，就是刚刚有有有还要再改，啊，还没有念。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冷气很冷？对啊，反正要节约能源啊，弄起。哎，我今天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样本，什么叫检验。那个采样办法里面是有了，是很难记忆的。不能改，不能以后讨论的时候不能。
乱掉，对，因为哈，我们在写这些条文的时候，给我们的要依照原来的条文，啊，不然他就要真的就不能改，不要把条次顺进去。生物基证是有可能互着，但是对，像进班就是啊，你基跟证都是啊，因为你对，其实本来应该不用这样细分，是因为他那个办法里面分规定，那个、应该是立法的时候要先去看这个办法，可是如果我们要需要开这个办法，就是用生物基证，要不然就是生物证据，基班经那个班经，对，他们现在其实哈。你说把那个他现在把样本排除，我是有点担心。我刚刚在看，因为我今天一个 DNA 棉棒，我比对了，然后呢发现说不对 ，yes， 然后我就把这个棉棒。所以我们要现在请他说明，要说清楚那一个所谓的简体有包括我们俗称的样本，样本就是指那个棉花或那个。所以委员一定要很细致，不要觉得我们太啰嗦，因为这个就是会有差。我会有什么时候说你们太啰嗦？有啊，我们在游委员旁边，我都觉得我很粗糙，他才那个。对啊。开会讲很久，都要讨论很久，你这么讲都要弄。真的、啊。所以我们要仰赖你们法官啊，不要仰赖我们啦，你仰赖令的助理啊，如果不要采的话，就不要叫我们调。调文是采。第二条好了吗？继续斟酌的。有啊，我们今天采纳很多、啊。哪有采纳？那是我们帮你们在看做幕僚作业呢。哎、欸，这个国家养兵就是养用在养兵签字用在意思。我们要请你们助理是怎么了？这个是重大诉求，那一个被裁判，那两个，你不能够说检察官不行，要跟法官申请啊，你我叫完法官都不行。赶紧，赶紧。
紧，我卖安尼啦。要我们负担额外的责任，可以写清楚，所以检察官都说。这案件哦，一年嘛可能无二十件、十件。多印一些给那些后面媒体朋友也印一张了，好不好？好，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他们把那个整个条文都印，新的条文印出来。现在就是那个简体，有要写到说明吗？啊有啊，会写吗？
好，我们请宣读第二条的修正动再修正动议。第二条，有罪判决确定后，具备下列各款要件，而合理相信就本案相关联之证物或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之结果，可作为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一项第六款之新事实或新证据者，得申请就该证物或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一、申请鉴定之证物或检体为政府机关保管；二、申请鉴定之证物或检体未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或曾进行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但现已有新鉴定方法；三、申请进行鉴定之方法具有科学上合理性。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第二条就再修正，叫再修正动议。主席，那个第六条，那个听审人要按司法院的给我们的修正动议，好像现在这个全部的整理，好像那个第六条弄错了。那个议事处有第六条听审程序，现在那个听审程序这个是这个版本是回到原条文了，刚刚有一个修正动议的条变成列一项的修正动议，在我们提出修正动议的第七条了。哦。法院版修正动议的第七条，在这边。嗯，等一下哈。好，这个法院认有必要时，得就第二条事项为相当之调查，并通知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是这个吗？好，那我跟各位说明哈，我们把这个各位手上这两张重新再宣读一次。那么念到第六条的时候，请用这个版本，是哪一位要念？哪一位念？你啊？好，好，我们请这个专委来念哈。念到第六条的时候，用这个司法院提供的版本，我们再念一次，再做最后一次确认。整个念一次好不好？那就从第一条开始。从第一条开始念，念到第六条的时候，你要念这个新的版本。那第二条我就不再念了，刚刚第二条。第二条不用再念，对。第一条，为维护刑事审判之正确，避免无辜之人受有冤狱，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特制定本条例。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第二条刚刚已经宣读过，不再宣读。第三条。依前条所为之申请，由判决之原审法院管辖。第四条、第二条之申请，得由下列之人为之：一、受判决人；二、受判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三、受判决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第五条，依第二条所为之申请，应以书状、叙状、应书状叙述该条所列事项之具体理由及鉴定方法或技术，提出于管辖法院。第六条，法院认有必要时，得就第二条事项为相当之调查，并通知申请人、辩护人到庭陈述意见。第七条，法院对于第二条之申请，认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补正者，应定期间先命补正。法院认为申请有理由者，应为准许鉴定之裁定。申请人不服驳回申请之裁定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内，以书状叙明理由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抗告法院认为抗告不合法或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认为抗告有理由者，应以裁定将原裁定撤销，并自为准驳之裁定，前项裁定不得再抗告。第八条，法院于鉴定结果对申请人有利时，应命鉴定机关将鉴定结果送交去氧核糖核酸资料库之主管机关，并由其进行比对。第九条，侦查机关就证物及检体应妥善采取保管移转，以确保证物及检体之正确无误。第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报告主席。好，另外这个，请看第九条的，第九条的说明哈，那个证物及去氧核糖核酸样本要改成证物及检体。另外第三条的理由，第二还有第对不起，等一下哈，第二条也说明也没有跟着改，是不是？是。但是，这个要这个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方法这个不用改，但是呢，要改说明是不是？是不是那个第一页的倒数第二行，该生物检体改成证物或检体？还有第二行这边一样，也是改成证物或检体。还有第二条的说明的第二行，也是本案相关联之证物或检体。然后。说明二，在第三行，该证物或检体，这个我们这个重新再看一次，把它挑出来一并把它改好了，好不好？各位再辛苦一下，这个。改好之后，我们重新把旧说明栏宣读一次。来，我们请厅长。第三条的说明第二点似乎应该要配合原来条文的删除，把回避规定。好，第三条的说明第二点删除。另外再麻烦一下刑事警察局的鉴识，你们现在是叫什么鉴识？那我们，你们现在什么单位啊？正检查一下。不是，我说你们。鉴识什么？鉴识中心、你们能不能帮忙一下，在那个第二条的加一个说明三，就是说本条所称之检体，包含什么？包含生物检体及 DNA 检，还是直接就这样写可以吗？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写了，直接这样写好不好？好，那个怎么样？你写好了吗？就是说，那个鉴识中心的研究员看可不可以？就是说，说明第二条的第三写成说，本条所称之检体，包含尚未鉴定之生物检体及已鉴定之去氧核糖核酸检体，这样可以吗？好不好？那我们就加一项在那个说明，刚刚我就是说明三。本条例就是本条例所称之检体，包含尚未鉴定之生物检体及已鉴定之去氧核糖核酸检体，这样好不好？哦，好。
要给副组长，你的意思是这样，副组长在修，他说他们再重新再做一份。哦，这样子太浪费时间了。不用等他们印了，看过之后改过之后就好了。对啊。对啊，不用等他们再印了。有的，对啊。你给我那个，就是你给我那个增加了三部分就好了。等多久？三就是我可以写给你啊。记得住哎，那个刑事警察，能不能请教一下，你们是说已经鉴定的叫做 DNA 鉴定 DNA 检体吗？那 DNA 检体能不能再鉴定？还是说它只能够比对 DNA 检体要再鉴定，用新方法再鉴定，所以是用 DNA 检体再一次鉴定，都可以，那也可以对生物检体做鉴定，重新萃取，重新萃取，但是也可以就 DNA 那个木板上面还有血迹啊，重彩啊，还可以再鉴定呢。啊，人跑哪去了？怎么都没看到？在那边呢，在记者席那边。这一份的话，等一下要不要叫他们重新练一份整理好，然后请我也再重新练书。嗯，有需要吗？对呀、啊，这样是最好。这样是比较，这样是比较干净一点。这样是比较，对不对？哦。而且我们一边读的时候，请他们一边印。哎，对，然后要请他们印一份出来。这个。那个状元给我好了，我来跟大家说明，那他要印出来，我看就不要整个在宣读，说明不用再宣读，只要跟大家讲哪里改过就好了。你要给我知道说哪里改过，我来跟大家讲说改了哪里就好。那其他已经改完的，让大家去联署。哦，对，这个就是改完的。对啊，你让大家去联署啊。然后第三，先等我一下哈。这张给我，我跟大家讲一下哪里改过。还是你要跟大家讲，你用讲就不用念了，你就第几行第几什么改过就好了，好不好？我就想先对一下。你好，你对一下好了。
下，你不要动，你把东西拿走，我又乱掉。就把它先告一下，然后他还是没改到，所以我今天在上面改。他们又加了一个，又加了一个书，没关系的，等他们加过来。那我直接跟他们讲这边也改。说明我看也就不要宣读，就是请大家在联署的时候再看清楚。
那要来宣读那个全部消防说明要宣读吗？不用宣读，不用宣读，用讲的。对，请大家看一下就好。是要印吗？要印给大家？要印给大家。好像印给大家了。等一下，请大家连，先拿一份给大家先连署，然后再。再印，再签署完再印给大家。这个先给大家。我也要先哈。好，这个跟各位说明哦，这个我们刚才对于说明栏的这个调整啊，我们刚才已经请议事人也检查过了哦，然后说明的部分配合条文修正，我们就请大家同意授权议事人员来处理。那现在请各位先签一个新的这个修正动议，好、哦。那么就是把条文跟说明一并做修正。那如果这个说明栏跟条文有如果还有一点出入的可能的话，我们授权议事人员来做处理。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哦，现在跟大家做报告。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好，我们本次会议就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大家。